啊，台湾新奇的听众朋友，啊，观众朋友，啊，大家好，啊，咱赤山灵湖岩哦，啊，咱的主持阿弥陀佛，啊，咱六家区公所，啊，咱的大家长吼，陈启勇区长，啊，咱立法委员赖惠元，啊，咱的执行长，咱的蔡宗案蔡执行长，啊，台湾新奇的总监林婉容。啊，我徛伫即个所在哦，是台湾的宗教圣地，就是台南市六甲区赤山灵湖岩。啊，真侪人咧讲哦，是安那即个为何做六甲，啊，呾无爱何做一甲、三甲、七甲、八甲？我讲即牵涉当年哦，地兴公哦，咱大家知影，明朝永历十五年，啊，地兴公来台湾。啊，开始屯垦，啊，咱的陈永华就闪过码头，因为码头哦，码头社是迄阵啊，兵婆啊上强势，的一个社，人济啊，佫歹，啊，所以陈永华自己参军，伊就开垦关田交六甲，啊，而且拄啊六甲开垦二八甲，头啊先开垦两甲。啊，来开垦五家、六家、七家、八家，拄啊二十八家。啊，这六家拄啊中心点，啊，从啊咱阵陈启勇咧做区长，这个所在较早做六家乡，就是对遮来。啊，咱六家吼，若要讲有名，是咱赤山灵湖岩，赤山佛祖清水祖师上有名啦。啊，当然六家的敬祖庙是兴安宫妈祖嘛，相当久。啊！若六家早期这个位吼，人是叫做啥？庄阿友的故乡啦。昭和十六年迄时，这个所在二十四间，到一九七零年，这个所在吼，还阁几间？几百间诶！但是即阵剩倒一间啊，两间啦，比公公庄阿友啦。啊，但是随而这后壁起来六家。是好好我穿啊，抓袂牢。这拄啊，交内门同款，拢咧穿这样物件，外销阁占相当济。啊，赤山灵湖岩，赤山佛祖吼，那自台湾哦，这个佛道做伙吼，这间是啥？古，啊，阁真有名。啊，这间哦，地理相当好啦。先啊，讲地理相当好，陈永华哦。地兴公的主意参军陈永华咧开垦这个所在的时候，开垦到六甲，哎，奇怪，这个位吼、有一间草茅，有修行者伫遮吼，群众募骨咧念经。陈永华对地理相当熟，相当了解。陈永华，我甲看卖惊一个啦，讲这地理龙虾江出江县。这地理相当好，总要甲这屯垦的伊的主兵讲哦，你赶紧这个位开垦，总要建立这间赤山灵湖岩。这个龙虾江出江县哦，真侪地理学咧讲，嘛有人咧讲哦，落尾陈永华亡于国之后，是龙虾母相克。啊，这个龙虾江出江县哦，这个位。现在全台湾足奇怪呢，龙虾江出江县吼，全台湾只有第二人讲两个位啦，一个位是吼乡会作王的南投官兵干勇寿天宫，北极先天上帝可能全台湾真了上济，迄、那个位的第二条件同款，啊，这个第二外奇怪呢，这个所在哦，那二月十九、六月十九、九月十九，头前的拜六礼拜吼。进庙团拢足济啦，啊，咱的师傅啊，虽然佛门哦，啊，这个都三百几年来拢佛道动手的所在吼，绝对无摆脱道教来咧进庙。啊，这个位的进庙团哦，捌伫遮偌出名呢？啥物叫做龙虾江出江的？这地理袂使袂输，会当春秋啦。龙虾你著知影，收起来安尼，铁起来真大。捌咧进牛团，我伫遮哦。进牛团头前个领队就是因个主任刘元。暂停，头前哦剃头叫轮班，
人两阵进香团哦，啊，比咱较提升到啊，迄下下啊尔，咱爱等观音菩萨哦，香阵的观音菩萨发起来讲进，你讲要进一对，我讲进就进，我离家我的祖。祖基地呢？我伫遮修出来，我煞毋知即落地理，这个四顶五顶落嘛，无要紧。结果即个地理就遐奇怪哦，两顶客客也是感觉安尼，三顶阁客落遐大顶嘛是安尼，四顶五顶阁来嘛是安尼。人咧讲哦，即个地理哦，互看起来矮矮啊，啊未输个春秋同款。所以两下工出工业，真侪人也有咧讲啦。讲当初哦，六家即个曾阿友的故乡哦，龙岩惊火惊热啊，啊所以迄阵啊大场的哦，那99空，100空拢总倒落，这就较早老辈我咧做乡下调查咧甲我讲哦，这赤山有做哦，含清水做事伫遮哦，无啊你弄伤大啦，龙岩江龙岩县。较惊火，拄啊好得，互恁下当生活一嘛袂当哦，互恁乌白偌大。啊，咱的赤山佛祖哦，啊，咱相当传奇啊。咱头前哦，这定点的就是全台湾著名的石观音。这明朝永历15年哦，迄届做大水啦，咱的永康石瓦尾迄阵啊有港口。无代无志，遐口哈无，尾也较知影讲哦，是普陀山南海老来的石观音，怎啊卡里亚啦？啊卡里亚，大家总好奇讲，嗯啊，这些的观音有做啊？这无雕的观音有做啊？一看就知啊！大家规群拢总好奇，就淡薄想要请回去，想这个做团结的石头啊，让观音做啊行安尼？规群大家拢三下六下啊，弄袂行。咱的六家吼，六家区就是咱的五家乌剑岛，迄阵啊拢咧车塘啊，咱迄阵啊只有甘蔗有汤铺，啊拢车塘去富城，啊看到人伫遐围，伊也对人总好奇的话，讲哎呦呦，啊咧这个足明显的啊，这无雕的观音有做啊，啊大家伫遐看吼，真重真重哦，啊就伊原来就讲吼我。六家，六家，吼、哦！啊，乌剑岛，啊，我做生意要搬请你来阮六家，迄、那个所在来啊，大显神威，啊，保佑庄稼平安呐、啊！啊，别人请无法咯，伊也甲扁扁的吼，观世音菩萨就是要找这临乌剑的好地理，伊甲扁扁的生意都做有。怪吼、哦，煞像迄玻璃窗安尼，甲我摸起紧张上啊，就我甲摸起哩伊个车堂个牛车，牛车到咱赤山堡吼，歹势牛车怎啊停嘞？迄牛哦足乖个呢，烟啊甲拱，烟啊甲赶，伊都唔惊，就是要用尽即个赤山灵武个。咱个定点个石观音，就是对遐来，阿尾还伫遐甲跋杯，伊讲要担遮。啊，当家讲迄个尼哥，我拄仔甲你讲，陈永华伫遮整理的时吼，看到好地理，怎啊去第一任的主持参详？这个台湾的出家人，食上等位寿的，即个是福建的高僧来遮吼，啊，就开始整地要起的时，咱的石观音就甲做伙。啊，但是咧整地时，甲伊看到啥？欸去挖到咱的清水祖师啦，搁挖到伊的清水祖师的路啊！大家规群南丹岭华马讲伊呢，讲这个位哦，佛门的圣地啊，就开始哦，当初咧问看问到六家的在地啊地方耆老讲，啊，迄个位唔是拢总哦，也未开垦的时间看起来都拢总足垃圾的嘛。啊，到即间清水祖师，伊讲有，遐有两个修行者吼，拢伫遐咧晨钟暮鼓，伫遐咧做虔诚，伫遐咧拜拜。啊，尾也都无看人，可能清水祖师怎啊安尼庙怎啊倒落，
啊，从我代理下底。啊，当然七家的人，我那有一个讲法啦。七家是讲因个清水祖师吼，相当灵感，啊，惊人偷请。啊，内底有一个吼，伊想要甲独吞，请来囥伫遐个啦。就我讲，迄两个修道人吼，每家己拢有人伫遐，较袂偷请。啊，到落尾从我拜甲从我无去。七家的人以后这个讲法啦，啊，所以在这个所在哦，无论咱道教这个道长配合这个进香团，无论咱的道教这个法师，无论咱三奶派、法主公派、强太公派、王贤老祖派、持家真人派，这个法师你在这咧禀报，你也注意哦。我伫边仔咧甲看哦，伊咧禀报拢成。面上冲，但是清水祖师拢做前，观音菩萨做后壁，下当个大地，顶阳上帝，下当个大地，面所闻，这两尊神尊，你有感觉无？伊拢念做前，拢念清水祖师做前，第生来的清水祖师，啊，这两尊神明哩，全台湾哦，相当传奇。相当传奇，康熙四年就起灵武岩嘛，陈永华就伫遮招手起灵武岩，年久未清，甲康熙44年，啊，咱的德兴红雕龙、红雕牛，啊，伊就伫遐讲啊，人遐坐咧参拜吼，上矮，啊，伫遐重建，啊，伫遐重建了。啊，到乾隆元年，即乾隆一年，啊，咱的水产衙就是八家，水产衙好家人蔡姓首富，啊，伊搁伫遐苦苦地讲哦，搁啊改建，啊无拢安尼挤来挤去，建议的19也好，清水祖师的生日也好，安尼挤袂过，搁咧改建，甲当地元年哦，大地动煞规拢拍落。啊！大地震拍落的时候，六家的望族毛文昭啊，就伫遐苦苦嘞，搁伫遐搁啊定修建啦。啊，定修建尾啊看看嘞，未使大地震，也是还搁重建。啊，民国17年啊，火烧，就由啊咱的官田六家的庄长啊召集这些保证，啊伫遐搁带来修建，火烧了搁修建。啊！但是咱赤山灵武岩哦，上重要一点，就是民国44年哦，宋时大法师这个主持，这正讲咱的赤山灵武岩，含咱陈永华正讲功德者。啊，赤山灵武岩是官殿哦，啊，交六家哦，两庄，较早做庄长嘛，即马区啊，较早乡，22庄，这拢功德者。但是哦，宋时大法师哦，这个无简单。民国44年，这个主持哦，起大悲殿，啊，起中殿，双顶面的疗房。咱的赤山佛祖、赤山灵武岩、清水祖师、啊，观音佛祖里遐，就迄个年代开始，民国44年，足大的大庙哦，迄个架势就出来啊。到了咱赤山佛祖相当灵感，啊，44年了，到民国52年吼，啊，咱的官田六家，啊，这两庄的庄长吼，啊，召集这村长，佫开始改建中殿，啊，这庙南，就较早较多我咧讲的庙南哦，遐个神房，这到迄个年代种种完成，啊，到民国61年哦。咱就这个经典，伫61年哦，就重建经典，啊改建经典，啊开始哦，环湖道路哦，栏杆拢总用好，这个比全台湾一个吼，足重要，啊一个公共点，啊这个所在哦，关于做灵感，啊作兴，咱虽然哦22庄哦。咱看迄个业务做6月29进前，拢咧照轮流咧做，伊咧大老日。
但是你若去看哦，像迄大公园遐啦，迄、那个叶佛祖哦，遮十外号遐三号，啊，大家请车所佛祖踮遐咧硬光，硬光无用塞个，我山路歹塞嘛。我一过去看，甲真诶感动，就是咱赤山佛祖哦，搁你外歹光哦，咱一年哦，时间到着一定爱光来遮，敢洗洗还拜拜，安尼阮境内才会当平安。赤山佛祖是即二十二川内底，人讲啥，行啊食果啊，即、這个宗教信仰哦，遐奇怪，一定爱请伊到，时间到。咱主持阿弥陀，咱嘛袂使甲古转，人爱延续两百多年来呢，就是佛祖每一年，就是我轮到当时，我爱来吃，啊，伫阮的公庙还拜，啊，过一暝到吃到等来吃山灵芋盐，这已经拢哦两三百年来的传统。啊，咱看这虽然是这二十二尊哦共同伫吃因的宗主，啊，但是你看演怎，你知无？赤山佛祖不是讲在这里而已，赤山佛祖他灵感到什么程度，当年的出巡，我的故乡兼职又过嘉峪关的二德，我二德的拜南君神的五王第五潜水主神，但是十二年做教科大老师一定要请你赤山佛祖到，十二年要请一次，你也不能拒绝的，那我也是延续一两百年了，就是佛祖一定要配合到我们十二年一次，固定的，固定的，那含民主持也好，送花都不能拒绝，延续一两百年。啊，我的旁边哦，十几号有一个上帝坛，单独因的祖先拜上帝也拜两百多年，上帝也起价，没去上帝也没有，六家赤山灵芋岩真香。这相当传奇，所以观音祖，咱大家知影哦。全台湾的宗教有一个公案呐，什么叫做公案？就是念观音大天父台湾王爷宗庙五五千岁大前囡仔公，啥叫做公案？你知无？五五千岁台湾王爷宗庙大天孙秀，这个囡仔公哦。吉水溪的边仔遐，阴兵阴将伊咧做班长，足歹。大前囡仔讲，遐较早有一个庄头叫恐龙庄呢。恐龙庄哦，百外户搬剩两户啦，到到暗时啊，一到哦，刀光剑影，敢若咧武侠电影，敢若武侠小说。啊，五皇嘛唔放囡仔讲煞，囡仔讲我阴兵阴将，我接地你，我嘛无咧惊你呢，结果咧。上来调解，赤山佛祖会同学家主祭公保生大帝来调解，讲这大天孙秀的庙，啊你遐承占着地理好，我尊重你，但是联合管理，老来拜五王，啊先煞来拜囡仔公，爱听我观音菩萨、观音佛祖含保生甲恁劝导。南君神大殿老的主神，同爷甲三爷讲：，吼，你唔当遐歹呐！你定把定条，要含囡仔讲输赢，囡仔讲，恁都拍牌，拢平手也无人赢啦。所以拍牌了了，靠赤山佛祖甲调解。啊，落尾有真侪人啦，去南君神拜拜，后人吼，歹势啦，后真白目啦，去甲问咧，甲囡仔讲讲，迄当年是赤山佛祖甲保生会同呢，拜了三杯。一点远啊，伊去甲调解。啊，所以咱的赤山佛祖清水祖师哦，相当灵感。啊，灵感啊啥？有人想要偷请啦。白河观社哦，这条交官方也做好，饲两百几个哦，无俗啦。等于用这阵我那算角头啊，大角头。啊，听着讲哦，讲赤山佛祖用啊，食果啊，啊，佛祖到咱。大先生，火山表演是做出英的啊，因公出英的呢，去甲偷请来啊，叫伊边啊少年的吼，在烧家捏手，无人个就走来，吼，利用恁的主持阿弥陀佛哦，咧食饭呢，就甲下跪呢，迄主持唔知关有做咧甲托梦呢啊，你讲的我讲的，伊讲你要走啊。
无啦，我看啊，我去看关有祖，较紧甲看妈咧啦。你要偷请啦，关有祖甲我讲啦，你免想要避这啦。哎、欸，迄偌厉害呢？关有祖有一人甲主持讲，人要偷请，请袂过手。等于我甲我社讲，兵陪讲无啊，我着要请过手啊。啊，主持了食，我着搁眯啊，看到伊咧食饭，啊，伊咧食饭，我较眯过啊，结果伊嘛是谁知影呢？用请的，擦，偷请请无成，用请的。六家帝王旗老讲，因公阿咧甲讲，真趣味啦。即马哦，派一直食袂来啦。即马无要用偷请的，用抢的。啊，咱师傅啊，头嘛收道钱，大家拢食迄落咧，真自卑啊！你免那甲迄落十外个浩浩荡荡来讲，老大个交代用请的。来到现场讲哈，两三百个，啊，大部分时都无遐济咧。六家官店的遐保证讲，嘿，托梦来甲我讲，有人要来请咱赤山佛祖交接咧，来庙遐保护咱的赤山灵武岩的关的佛祖。十几个来遮，人两三百个啊，等于个老大讲，无得通抢咧。因为水王吃水，搭都无够，要用拍死你啊！咱十几个人，迄两大庄哦，出两三百个呢。你毋知影买遐个，我是做唔相信的。利用恁七月吼，闽南话会较济人嘛，啊，普通无人吼。哎，我还本身带你来遮，要请观音佛祖呢。同款，咱的清水祖师观音佛祖，哎。伊带无几十个来要抢，遐阁几啊百个来。我阿舍甲罗尾，从啊吼，这个念头打消掉了。就是讲啊，人佛祖要伫遮定修哦，我看咱也是拜咱的大仙师，啊拜咱的火山辟云师，啊从啊一了了之。啊，这个所在吼，诶佛祖吼，兴甲互你袂当吼，乌白来啦。赤山佛祖，我拄好讲过，伊个较早是不定数，毋是像即阵二十二尊咧轮拜尔呢。迄咱家己吼，一隔界着咸水，咸水个大丰南天宫，大丰南天宫哦，即大家知影，关帝爷啊，过姓王，但是伊真有名个就是啥，鸳鸯不作。咱咧讲拢讲观世音菩萨，大丰南天宫是带鸳鸯有迄个人啊，鸳鸯不作，带鸳鸯，伊十三岁的时候，咱赤山佛祖咧出巡哦，较早咱出巡范围足宽，出巡到底到咸水，啊因为咸水大丰遮有一个遮咧错跌啊，啊都六家人拢对伊袂歹。啊！伊知影赤山佛祖要巡到因了吼，就我甲庄恁讲吼，真无容易啦。迄赤山佛祖吼，迄大神大德行啊、食果啊，要对咱遮过，咱大家吼准备一寡点心、粉料啊啥的，农业时代较善嘛。啊，着凊彩大家咧煮绿豆仔汤来迎接赤山佛祖的这工作人员，香条厝的伊较欢。对嘞，叫你阿听困。啊，咱的赤山佛祖吼相当厉害的，厉害啥？为着要互带鸳鸯看伊吼，前世即世，为着要互伊成神、成菩萨，带鸳鸯煞长香灯哦，袂输哦。咱的佛祖叫爱来参加看老人呢。多哩，咱的赤山佛祖香灯，伊遐老者是伫遐摔倒，摔倒无受伤呢。转甲因老爸甲老大兄讲哦，伊无爱出去，伊讲啊，你也无受伤好。伊讲我要开始踮遮修啊，开始从啊伫遐修。清朝光绪十四年啊，伫遐修的时，伊囡仔伴哦，拢来甲看嘛。迄单一个单身，你知？讲哎。啊！你咋拢无爱出来？啊！拢你啊！你看该食菜，
伊讲我即马去哦，一路做赤山灵湖岩哦，我伫遐咧读册啦。伊讲他们读什么册？我念互你听，佛经念到规大簿。一个十三岁的左囡仔，毋是读册人呢，佛经规大簿，但遐念到，含伊个囡仔伴，大家拢惊着。到清朝光绪二十年哦，咱的赤山佛祖吼，伊阁出巡去到遐，因个厝里较内底嘛。迄阵啊，咱有四个人扛个轿啊，四个人经常用脱离乌阵走入去，讲西行教，你已经成神啊，带鸳鸯、鸳鸯菩萨，从啊底下救世万民，阁发流遐去到宜兰呢。啊，所以真侪即卖新兵团吼，调鸳鸯不做，人拢咧甲俺问。啊，伊叫做传咧，我伊十三岁、三十六岁就去啊。伊本来吼，伊是活分咧，伊交代讲是捡人吼，甲迫害、食薰去家己头毛烧去，伊较要土葬咧。无伊即阵鸳鸯不做吼，活分，伊台湾即阵还佫会当讲台湾。足大的特色，啊！所以咱赤山灵湖岩，咱大家知影即个地理吼，啊，伊的灵感，啊，大家甲我有讲过，像白河五阿霞吼，啊，原来苏家庄就想要请咱的赤山佛祖，啊，俊彩的家叫做徛号码，这里几当前哦，交连军心大殿路，伊的六港地开基八三王。我那捡一个用假身份证，我那把咱的徛号佛祖，已经请过手去啊，挂到工地。尾啊，刑事警察局哦，我那厉害，啊，咱的佛祖，我那神通广大，都爱要拍包的时哦，刑事警察局啊，讲来来来，唔免拍包啊，吹着你啊，你走未去啊，这菜底底啊，就请出去外公啊。差一点啦，请出来外公的，啊，这是国宝级的，徛号码，这是国宝级的。这我正在讲哦，不是咱主持和咱这的六家交关联哦，不是恁这讲过，这是全台湾观世音菩萨佛道做伙，往家己烦恼半天严，原阿娘火山碑文是神严。大仙师古岩，啊，咱的对，咱的大江山公山不做乔峰师，这四大道场吼，的观世音菩萨，伊的世人哦，无论你佛门里遐咧欢，咱总拢是认同哦，咱道教的一个正向意识啦，咱拢配合。无论你的道场，无论你法师，你来遮禀报啥，阿弥陀佛，阮主持也好，阮内底拢讲，哎，你着尽量哦。阮无杀生啊，恁着看会当配合，即无剩的，阮拢总配合。啊，其中的内门指的是吼，伊是较顺道。啊，剩的这四大道场吼，伫台湾的观世音菩萨内底，咱这个所在，故啊，搁灵感。啊，当然，当个时代哦，出巡哦，我较阵想起来，我会惊啦。农业时代像迄百外年前出巡，迄是无车呢，大家大叫硬扛呢。咱的区长会啊人，你敢知影讲伊这个范围里只用扛个叫咸水，迄会当讲哦，远佫兼真艰难，像这林作，安尼又将去出巡几啊十钟。啊，神通广大！啊，特别咱清水祖师哦，台湾拢常在讲对开机的，那这先真也是有可能几年唔知。这个岩山庙、赤山岩、赤山庙哦，就是观音佛祖灵湖岩的进前，这两个修行者在这里拜，有可能因着拜过来当啊。啊，所以这间赤山灵湖岩哦。你要讲几年呢？咱的国王拢从明朝永历十九年，其实向上去推较久。你也要算清水祖师里才先得到这个地理，啊后边陈永华、朱以昌君较来接落，
这间有可能哦超过350年。啊，所以无论咱的石观音啦，上传奇的乌剑刀吼，这会当讲200-300公斤的哦，比无两鸟。即咱咧变魔术同款，啊来到遮镇守赤山灵武岩，啊尾啊咱的赤山徛好佛，啊咱的清水祖师，咱古啊佫兼足灵感，啊赤山灵武岩哦，啊咱六甲区长，啊台南市长，咱陈家荣区长，拢欢迎全台湾的先行大德，咱拜了咧宝宗教休闲。啊，咱有信佛道的来遮阿弥陀佛，咱的主持佛门也足饱。啊，咱道的咱遮拢总哦，无论你拜清水祖师，啊，咱拜观音菩萨，来遮讲讲这个所在，咱大家知影，环湖栏杆拢为啊安全足好，啊，风景足好，迄夕阳西下吼，啊，头前哦，咱的高速公路哩头前。啊，这个所在吼，过一暝宗教休闲，咱六家，咱大家知影，兴安宫头前迄个冰坛吼，这个卖冰卖百几年啊啦。咱六家古店完了，鼓励恁去啊吼，拜妈祖先煞食冰啦。啊，咱完了吼，鼓励恁哦，庄仔油的雇佣，对100间变啊，剩一间公共的庄仔油，台南市长六家。陈启宏区长，啊，咱灵武岩的主持吼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来灵武岩，欢迎来六甲，感谢大家。阿弥陀佛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区长，台湾新奇，赞。